然后呢，喜欢主播的话就点点关注，点点我的播出通知。怎么会这样？你想怎么入赘？你们怎么会这样？然后我们先跳第一支舞蹈，喜欢主播的话呢，把你们的小红花走一走。我刚刚就会屏了，我以为我电脑又关了。
吓着我了，但是他闪了两秒又好了。嗯，欢迎你们来到那个九三频道。晚上好，我是这一档这档主播，我叫小娜娜，欢迎你们。然后喜欢主播的话，记得点点关注。以前做导游的，对，我以前做旅游的，幸亏我没有换衣服，那可不，换衣服不就全都看到了。喂，然后还能跳舞的话呢，记得锁定我们的只有三频道，把这个预约给预约一下。真的预约预约一下，然后呢，我的关注呢是在视频的左下角有一个小直播室通知，然后右键点击后呢关注就是我的关注，手机在我头顶上面的小星星。现在都这个时候了，还开火车？现在不都开飞机？开那个开飞机开大炮了吗？怎么还开火车？嗯，对，我以前做旅游的，然后你们想出去旅游的话可以找我给你们做旅游行程。我们来跳下一个舞蹈。哦，下一个舞蹈跳一个什么呢？跳个什么呢？你们想看什么？感谢符号，谢谢。摩托，我看一下。嗯，我以前做那个私人定制旅游行程，就是你们知道那个私人定制吗？就是比如说你想去哪里玩，然后我给你弄一条行程，你想吃什么，给你们弄一条行程，就以你的安排来做。
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，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。其实我特别喜欢迈阿密，更有黑人的洛杉矶。其实亲爱的你不必太过心虚，比起去繁华的上海和北京，还有云南的大理。好的，谢谢各位的关注。在说啥呢？嘿，你们在说什么？怎么突然看不懂了？啊，我感觉我视频，我的电脑有点卡顿，我跳的时候感觉我有点卡顿，我都害怕出现什么问题。然后喜欢我的话，把我的关注还有我的直播室通知点一点哦。刚才就这么结束了，还有的，让我休息一分钟。我是三峡的，我是三峡的姑娘，我来自一个很美丽的山村。我们那里的山村，世界上的人都知道，就是三峡。我是三峡的，然后喜欢我们三峡喜欢主播的点点关注哈。然后我们这一场，我们现在还有一点点时间，我们跳个慢的吧，跳个即兴舞蹈送给你们。